现在是满月的第二天，他现在刚换完尿布，应该也不太饿，所以躺在那边没有哭，也没有啊乱叫这样，脚有肉了，吃很多，脸呢也胖了，圆圆的，有点双下巴，他喜欢到处看来看去，然后喂完奶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给你微笑，现在好像没有笑，这样子看起来也有点像德德吧，东看西看的，你在看什么啊？之前那个谁，有人问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他在发呆，脑筋一片空白，不晓得。好啦，准备睡觉了好不好？白天你也可以睡午觉，好像有点笑容，一点点浅浅的微笑，比德德还爱动。